他是因为他妈妈在生产之前把他爸爸和妈妈分开以后，他妈妈产生了一些应激行为，所以就不认识他了。刚好我们这个园区里的山羊产崽有点难产，然后难产后小羊刚死亡，然后母羊有奶，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让他给他找一位羊妈妈，让他吃羊的奶，而且这个羊奶又好消化，然后他排便也很正常，然后他各项身体体征都挺好。